哇，我仲好多头发点算啊？好多头皮啦，成日甩发啦，其实已经是脱发的先兆嚟嘅。咁今日我就要介绍一个中药焗发生发疗程啊，治标治本性咁样啦，系由根源上边着手调理好咗我哋个头皮啦，同埋令到我哋个毛囊健康翻噶。第一大法宝咧就要强化翻我哋嘅头皮同埋毛囊啦。咁佢系透过全球唯一专利咗嘅 LLLT 蓝激光呢个技术啦，系有效咁样咧，系可以用呢个激光自然生发噶，刺激翻我哋嘅循环啦，同埋咧系活化翻佢自己的毛囊細胞噶。咁第二個發布咧就係 HBOT 高壓氧嘅生髮療程嚟噶。咁佢係透過一個咧世界級嘅納米蒸汽技術啦，有效咁樣為翻我哋嘅毛囊同埋頭皮啦，加強翻佢自己嘅養分啦。咁去到第三個發布咧，就係納米化嘅中藥啦，人參、當歸啦、鋁精子、何首烏等等嘅。咁就會透過呢個 HBOT 高壓氧嘅注浸技術啦，浸透翻系发心啦、头发啦同埋头皮嘅位置，俾翻一啲咧重要嘅营养素佢，刺激翻头皮嘅循环，而令到佢生头发咧更加顺利。而且咧做完呢个疗程之后咧，你会发现咗自己咧系可以修护咗一啲受损嘅发质，同埋令到啲发质咧会变到好柔顺噶。疗程系好好啦，咁好过你出面买啲生发水啊，咁浪费钱，咁样又冇效。